湯家驊議員。主席，當我第一次看到今次這個動議的時候呢，其實我是相當奇怪。主席，主席，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是一個在任的特首，在他施政的期間，議會對他有些訴求，希望表達到一些意見而改善他的施政呢，主席，我覺得這個是很平常的事，可能也是必須要做的事。但是當一位候任特首還未上場，就我們可以有這麼多同事提出這麼多訴求呢，我覺得都是比較奇怪。主席，奇怪的地方就是說，若果這個是一個真正的選舉的話，其實那個候選人不是應該在這麼多範疇之內都講清楚他自己上場之後他的立場會是什麼，或者是施政的情況會是怎樣呢？不是說他未選之前就應該 作出種種的研究和承諾，有一個施政的大綱嗎？為什麼有這麼多我們現在看的、我們的動議裡面，即好像那個聖誕樹一樣，即裡面是十幾二十個建議，竟然是個個都好像這位候選人從未觸及的呢？主席，更加令人 大費不解的就是，主席你看看那邊政府一個人都沒有、當然他們覺得不關我事，你說的下屆的事，坐在這裡聽做什麼呢？那些不可以確保到其實後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其實是不是聽我們的辯論呢？還有當他直情早班都未早到的時候，我們提出這麼多建議，那他早到班回來的時候，那些局長司長啊，咁佢哋嘅睇法係點樣呢？我哋都係完全唔知嘅。主席，另一個吊詭嘅情況呢，就係話若果大家只係提出一啲我哋嘅期望，我哋希望佢做咩嘢，如果係咁嘅話，主席點解會需要喺議會度辯論仲要投票呢？係咪即係話少數人嘅期望就唔係值得聽嘅期望，特首就唔使理嘅？好簡單，主席，我哋今日必然會有好多嘅建議或者政策係因為我哋要分組點票而被否決嘅。咁否決咗之後，係咪等於我哋嘅後任特首就話呢啲根本就係唔需要我理嘅問題？係咪呢個咁嘅態度呢？主席，我覺得如果係我哋真係議會度大家去討論，各個人提出他自己或者他自己的黨對這個後任候選人的某一些政策的關注或者期望的話，其實就不應該有個投票去決定哪一些修正或者哪一些建議是應該通過或者是不通過，因為大家只是表達的意見，就算被否決的，如果那樣是對的或者是對社會是有影響的，這位後任特首都應該仔細去思量，他應該其實走入來坐咗在我們對面那裡去仔細聽聽議員的發言，而不是着重去考慮究竟這個動議哪一些的建議是獲得通過或者不通過。更加主席吊詭的呢，就是一陣間是沒有人回答我們的，主席因為沒有官員出席，亦都冇人去回應議員嘅講法，議員係講得啱，或者講得唔啱，或者係啱聽，或者唔啱聽，或者係甚至乎違反事實，係唔符合邏輯都好啦，係冇人去回應嘅。咁主席，我有時真係覺得企喺度，即係點解會咁咧？我而家睇數數主席，我唔係要數人，主席啊，唔係要數人，但我只係話，我哋而家有幾多人咧？民主派就有四位。建制派有三位，計埋主席就八位。咁即係我哋而家喺度傾，係為咗乜嘢呢？主席，不過即係做議員有時都要做一啲不知所謂嘅嘢，咁即係我就繼續不知所謂。主席，我今日想講嘅呢，就係有幾個課題呢，我哋嘅後任候選人，我哋後任特首，對唔住，一路都講錯咗，後任特首呢，係竟然可以是由始至終呢是沒有觸及過的，沒有談論過的。
主席，我讲的无非是政制改革的问题、二十三条的问题、中港两地的问题。主席，这些东西其实是不是一些即是根本不应该拎出来讲的呢？不是的，因为对于社会的影响是非常之大。譬如我们讲的是政制改革，下一届的政府是负起回归以来前所未有的重任，就是说怎样去计划、怎样去落实2017年所谓普选特首，甚至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改进，和2020年普选立法会 的路线图，都要是在嚟緊呢屆嘅政府係去做嘅。咁點解最能夠影響呢個政制發展嘅嗰個人，竟然可以喺呢個問題上係從來冇發表過佢嘅睇法嘅？我哋根本唔知道佢嘅立場，而佢嘅立場最終相信係一個最大決定嘅因素。究竟2017年我们有一个真的普选呢？是一个没有筛选的普选呢？还是只是一个粉饰橱窗的普选呢？我们没办法知道。所以其实我是很希望后任特首是可以坐在我们对面，去回应我们今天所提出的意见。另一件事就是很多人都关心23条。主席，现在我们的市面，现在我们的媒体不约而同都是在讲着网络23条，已经讲到老实讲真是非常之激动。而我们只是讲的是什么呢？是版权的限制，我们未讲到国家安全的问题。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一条版权的条例都可以被誉为网络23条，而令到社会是有这么激烈的辩论。若果我们真的要考虑通过基本法第23条保护国家安全的法例，可想而知那个激烈程度会是怎样。大家相信都会记得2003年的情况，香港人是非常之投入这个条例的讨论，以及当时是政府威胁要通过的情况。大家都会记得7月1日那天是怎样过的。我相信很多人在以后这几十年，当他去到7月1日的时候，他都会记得，就算他没有上街，主席，他都会记得当日他看电视的时候他自己的惊讶和对香港人的佩服。有上街当然会记得当日我们流了多少汗，我们等了多久。一个这么重要的议题触动700万香港人的议题，竟然是我们这个特首是在一非常之模棱两可的情况之下呢就輕輕帶過。所以主席，我們很期望我們的後任特首在這方面可以講得比較清楚一點，給香港人有一個定心丸。現時最大的問題，主席，就是缺乏政府和市民的互信，或者再引申一點，是缺乏北京和香港人的互信。若果在未处理好这个互信的鸿沟之前去强行立法，主席，肯定是不会有好结果。其实这个背后亦都涉及我们的后任特首对于我们一向引以为荣的一些核心价值，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他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他曾经说过香港的自由是不会比以前少。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不可以公开说
在我哋未有一個民選政府之前，佢唔會為23條立法呢？主席，呢啲問題我希望我哋嘅後任特首呢，係會公開向700萬市民交代。多謝主席。